警方出动枪支、警棍，将男子大力压制在地。他在那边，他在那边。呼吸，呼吸，呼吸，好，呼吸，好，呼吸。男子似乎被吓到，一度忘记呼吸。原来这名柯姓男子开的这台白色车辆根本就是他偷来的。事发在27号，柯姓男子开着从台中北屯偷来的车，一路开进南投信义。警方获报展开追捕，没想到柯姓男子竟然在信义乡和吉吉镇中间四处逃窜，更冲撞警方设置的拦截点。就算员警已经举枪，柯姓男子还是直接往左切，绕过警车。员警见状，立刻开了9枪，击中车辆轮胎、引擎。不过柯姓男子一路逃逸，最终警方在明德村砂石便道上前后夹击，成功逮捕男子。根据警方调查，柯姓男子是为了要回埔里老家见母亲才会偷车，甚至途中还在加油站加了霸王油。但无论男子偷车原因，警方依窃盗、诈欺、故意毁损公共危险等罪嫌，将柯姓男子移送地检署侦办。东森新闻王福安南投报道。